割草机的一个轮子，对，下面我就可以推了。对了，推着走。这两边的话呢，就可以提起来。对，提起来两边就走了。是。然后这边就可以提起来。然后你要解释那个最进气口是在这下边，对吧？你看到，你到这边来看。那这样。这边有一个收哦对，是有个温度。知道它的量的温度，对对对，这个的话都可以，这个、啊、玻璃都是玻璃可以活动，这个玻璃可以活动，这个可以活动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下面的话呢，这下面的话，对这个很重要，对，哎，这又全打开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下面的话，对，这是关键，这个从下面这个对空气起来，空气从那儿去，然后呢，我这中间的话呢是隔着东西，对，一放。对，都是不用固定，对，搭上就行了。对，搭上就行。很好。空气从上面进来。对了。出来，然后整个大烟筒，大太阳烟筒。万一来个雹子，下大雨的话，对，水不会从上面淋进去。对。啊，你上面挡一下，对，让它从两边走，让它这样就四面打开。这天气很好。对，天气打开就是对，然后阴雨天就这样。这个晚上之后呢，就是这些大树呢，我趴着上面一盖呀，然后晚上就不用担心它下雨。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非常好，谢谢，谢谢分享。看看，这是很亮的这个果干。哇，吃一块，吃一块吧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来吃一块。嗯，哇，真干净，你看它这个。任何的苍蝇什么都进不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你看它、这个。而且的话呢，自然让它然对天然全是收了，就收了，就是solar stove， 不用任何的什么抛啊，对，不需要，一定什么都不要，不需要。而且的话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这里面对操作，呀、yeah, ，好。关键这个水果的话倒没事，我要放上肉，连腌的肉鱼放在这里面，啊、那苍蝇就完全。那是啊。外面它爬满进不去。对，你这个好，这个值得推广。